直二磷的翘鼻子上的金属条的作用更类似于什么？ A. 避雷针， B. 加强梁， C. 天线。翘鼻子指的就是这个部位，对吧？对，上面的这三道。对，你选的什么？我选的是 C， 但是我看完它的这个造型之后，我感觉如果是作为天线的话，它会不会有点这个排列组合，我感觉有点怪异，它是镶在了那个鼻子上了。对，要不你还怎么样支着，跟过去一样，收音机天线一样。可能再稍微再突出一点。再突出一点，你觉得它太平了现在？对对对。有选加强梁的吗？之前看那个中国机长，然后是。就是那个玻璃啪一下碎掉了，对，挡风玻璃破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我选加强梁是因为我觉得飞机在行驶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压力。我觉得设计师是很少会把加强梁搞在外面，那感觉像是设计完了突然哦忘了加强梁，才会弄在外面。一般要加强，应该都是放在里边了，我觉得。那应该是避雷针吧。我觉得是吧。我看一下大家答题的这个选项的比例，我们100位运动观众也在答题，选 A 的占到了50%，一半，避雷针；选 B 的认为是加强梁的有27%，选 C 的有22%认为是天线。正确答案是 A。 高速飞行的过程中，它鼻翼是要承受一定的空气动力，但这个结构件的强度也够了，也不需要加这个梁。嗯，所以 A 就是避雷针。雷击过程中呢，最先遭到的是鼻子上。我还真是